我认为说这些相关的业者，他们以这个个资，这一个应该这个理由应该是不成立的。我们为了要让我们这一个一般民众能够说有更多的这些更合理的成交资讯的取得的话，这一个登录的按门牌地号，这个是值得应该给予肯定的。这个主要是希望民众可以查询，那他可以获得，他可以得到这个合理的价格的这个资讯，那也避免这个炒房、这个炒作、这个价格哈。所以这个是为了确保不动产的这个合理价格，那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三法。所以我们也会密切的来注意立法院是不是有在安排这样子的一个法案的。